要绑头发，这个比较软。你十八块钱送，你要甲加衣无？送朋友嘛好。好，那我调低一点了。哎、嗯，好烫！好的，好的 ，OK，OK。这样子，十三的弯身，看我，哇，这好可爱的。这边插一个星星，很烫，不要压到阿姨了。你们地点在哪？太阳那么大，转过去一点。麦太阳下山了。头奖。看后面。麦太阳要下山了。看后面。后面。帮我用记的新北市。哦，这个是放什么鬼？民族六街三巷二号三楼。0913301389，刘建丰收。啊，头往下低一点，太低了，上来一点，再上来一点，好，就这样。坐好，抬头挺胸，好不好？帮我寄到这个地址。爸，不要动。哎，不要动。我是想要你是张哥，快啊！我是张。刚刚阿姨帮你，叫你帮头发，你说什么不能？你没有说。你没有说，刚刚我一跟你讲的话了。哎，你一直动干什么呢？你就怎样？快点呐！你看，害我又要重绑了。我就差最后两个步骤，然后你都不让我一绑好，一直在那边动。不要动。帮我用护豆腐。哎，现在开始停了。开始。快点。太阳很大。头上面。一个包，两个包，这个是星星，三个包，四个包，这里还有五个包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六个包，现在在绑，到底是要几个包才够呢？这样子，不要摸，不要摸，这很脆弱。哎，别过，不要，不要夹，不要头上啦，头上那么多包。不要摸可以吗？680。奇怪，你怎么这样子？买一只这么漂亮的龙，自己拿走。这是还没有拍好的成品。